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轩的实况》，我是轩古烈。这么晚一点，大海猿与大海猿，哇，这个大海猿与大海猿，这个上一集呢，喉咙卡卡的，这个上一集呢，并没有突破两个喜欢哦，不过一样哦，掐指一算，又是一个月没有推出大海猿与大海猿，那我们就还是来拍一下哦。那还是不免说跟各位看官说一下哦，我们这期要有 like challenge， 只要这里突破两个喜欢的话，我们就很快再推出下一集的大海猿与大海猿。那没有也没关系哦，就是会比较久才出一集哦。好，那我们上一集就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了哦。这个的我们得知了，我们在海上修复了所有的结界之后，我们得知了这个什么 Cherry Blodo， 我们 Lobco 的父亲，他已经受到攻击了，不知道是谁攻击，但是很有可能是屠杀帝国做的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宫殿里面的内幕越来越就是模糊，我们现在很怀疑里面有内鬼，好不好？就是除了我们海之帝国跟屠杀帝国之外，很怀疑有第三势力在介入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珊瑚海继续修复我们的结界，没错，我们海上的都修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在海底继续修复结界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我们要去珊瑚海。哦，这是黑卷。哎呀，罗布孔那家伙居然那么失落，真是。还有他的父亲被攻击了吗？虽然在海底行动是必要的啊，啊，我知道，怎么办呢？总之，注意不要干涉过多。那边的事交给那边的家伙就好。你在跟谁讲电话吗？为什么听起来像在自言自语？说了，我知道啦，那位拜托过我的，我会留意那孩子的。是说。这边我不知道你是语带保留，还是你在讲 Lobco 的父母跟你说要留意 Lobco， 对，还是这个那孩子另有其人，这我有点怀疑哦。我不一样哦，不，哪里啊？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说多余的事了，总之。哦，也是啊，找个新的怎么样？这件事应该在讲他想换新的死魔啦，真的假的？什么嘛，嫉妒了？我很怀疑你在跟某个人在讲话，你附近明明没有人，你感觉在跟某个人讲话，你真的很像在自言自语，你知道吗？嫉妒了，哈哈，我在跟谁讲话啊？好啦，这边就是珊瑚大道，我们存档还是存第15个好了，我们只有15个可以存哦，这边不知道会不会有怪物哦。好啦，黑卷讲了一堆有的没的哦，黑卷的意思应该是现在 Lobco 他要好好的探望他的父亲，对，所以他在思考要不要这阵子也不要死换 Lobco， 或是干脆就换一个新的死魔，但他的口吻又有点怪怪的，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哦，好不好？这也是怪物啊，螃蟹出现哦，这个应该普攻就可以了吧？螃蟹我觉得应该他们也只会普攻啊。就新的怪物展示给大家看一下，河豚泡芙阿姨，你会开船吗？开船的第一步是什么呢？没错，发动引擎，引擎发动，这是二词是吗？那个字我不会念，所以这是某种特别的河豚吗？还是其实他们不是河豚？啊，再来还有什么水母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们应该有特别的学名哦。水母，他们真的就是水母。我要去水母田抓水母了。
哦，观察状态，我想说你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做。他们也是两百滴血吗？没有仔细看、欸。这游戏最高等应该就是三十等的吧？就不是最高等啊，就是三十等，就是学到最后一招了。应该因为那个三十等的看起来像大招啊，我就不再继续练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发现这边有个岔路哦，那另外一边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哎，是宝箱哎。好，我大胆推估那个宝箱打开来是一只毛 gecko。各位看官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抽卡喽！我是肉锤。我们看一下装备哦。顺便，我记得他们好像可以装蚂蚁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先看一下肉锤是武器吗？这个，然后蚂蚁装上去，蚂蚁已经装了，然后肉锤。所以拿了这个肉锤就可以成为巨锤瑞斯了吗？我不知道。然后这边也是换成蚂蚁哦。巨锤瑞斯开舵。不知道为什么由我来讲就感觉怪怪的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前进哦。这边怪物真的是很多哦。虽然现在是不需要练等哦，但我觉得这些怪还是挺挡路的。而且等一下，我觉得那个肉锤有没有说明啊？为什么在海里会有肉做的、隐藏了肉的力量的锤子可以吃？那我们可以先吃它来补血吗？可以剁人，也可以吃哦。这边呢，又是一个宝箱 ，Mogecko 哦，不是橡皮擦盾牌，这个该不会又是更强的盾牌了吧？虽然我觉得橡皮擦很软哦，十分普通的橡皮擦做成的盾，哇！它比那个糖果盾还强，我想是可以理解的，好不好？然后，可以换一下。我们这样角色一直变强哦，等等，不知道是不是又要打 BOSS 哦。然后，我们还要走过哪些路？这边可以走，然后这边岔路有点多哎。那这边呢？这边又是一条路哎，然后一条路又衍生出更多的路。天啊！这边感觉比较容易迷路哎、欸，这边呢？这边一个告示牌，遗憾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你连放一只毛 gecko 都懒啊！你放一只毛 gecko 也好吗？遗憾，上面什么都没写。作者，你很会玩哦，玩弄玩家是吧？这个故意要让玩家生气啊！走到不要走这里啊！好，这边有两条路是吧？那这边就到底了，然后这边走走看。我觉得，好，我猜这个应该是某个护身符，或是某个他们还有什么来着？凯，对，来，究竟会不会猜对呢？抽金盔甲是不是？是不是总算是被我猜对了吧？玩久了就知道他都在想什么齁。然后继续换。不过这边的路还真的是有够多嘞，感觉要花比较久的时间去探索，然后怪也是有够多，我就不想。哦，是洞穴，终于有新的洞穴了，不是同样的棕色洞穴，然后同样的蝙蝠，总算是有点新意啦。在那边先存个档哦。我们刚刚应该是所有的路都走过，对吧？好啦，我们来打打看这个鱼有没有不一样。鱼 B，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前往海之帝国的路上没有看过鱼 B 啊？所以它那个顺序也是很奇怪啊、哦。好啦，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比较强。哦，真的是用锤的，但是我怎么感觉这打起来没有比较痛啊？他们的防御力比较高吗？我们不要叫巨锤瑞斯啊，不要模仿别人，我们要叫巨锤什么？以下各开放各位看官取名字，巨锤海猿。他们两个那两条鱼是一样的吗？
怎么看起来大小有点不太一样？我们大家看这个章鱼哥，啊，海绵宝宝，水母D，到了这种水母，啊，海绵宝宝，不要再烦我了，我想要吹竖笛。哎呦，会痛吗？完全不会痛。海绵宝宝，不要吵好吗？我在想办法集中精神。然后我要来抢章鱼哥的宝箱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是 Mogeko 啊！好哦，现在才出现啊 ，Mogeko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前进。不要挡我的路啊！海绵宝宝，不要挡我的路、啊。为什么我觉得我学章鱼哥越学越像老人？老人与海，老人与海，绵宝宝。海绵宝宝，我觉得我要把鼻子捂起来比较像。海绵宝宝，哈哈哈哈哈！现在学海绵宝宝笑。我可以，我们今天是在玩哦，路好多哦，烦欸，这么多路，不是啊，我怎么可能全部走完？一集之内全部走完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欸，天啊，他是岔路岔的有够多嘞！这样我怎么可能走得完？超多欸，你自己看，我刚刚从这边走过来的嘛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往左哦，海绵宝宝，不要挡我的路。我们可以来学小鸡仔，小鸡的意思吗？然后这个是什么护身符吗？小鸡仔，这是头盔，放在头上吗？你以为你是那个 VTuber 哦，那个黄女 Lisa？ 哎、欸，我讲这个应该没有半个看官听得懂。好啦，和平的象征在宇宙真理的那之前就存在了，所以你是说 Lisa 她把鸡放在她的头上是和平的象征吗？这我真的不知道、欸。好，这个我一定要，这一段我一定要捡起来，然后那个给我有看 VTuber 的朋友。看一下，好，然后这里小鸡仔，继续前进。我还有多少路没有走啊？真的是要往好这边到底了，所以这边可以不用走了。然后这边往上这边一条路，哎，不对，我记得这边也有一条，对不对？哦天哪！一天营业24个小时，真是愚蠢的做法。谁会想在凌晨3点吃美味蟹堡？这边是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不用再走那里了哈。它就只是绕一圈而已，所以我不懂你把路做的这么复杂干什么？哦，好棒哦，3点了。哎，你就知道一直探索这种无聊的漫漫长路。就是需要讲一些干话。好啦，我们这次也没有什么人吗？这是第四个，没有遇到任何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不过没有也是理所当然的啊。所以你觉得没有交集、没有屠杀帝国的人来阻挠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虽然这是好事啊。好，我们去修结界吧，看这次会发生什么事哦。每次大海猿只要修石头，他就会感到有点不对劲。月长石要修复石头吗？是。好。我感觉我这一集变得比较聒噪，可能是不知道，最近可能压力很大，那个屁话就变多了。没事了。啊，说起来这次没有觉得不对劲啊。欸，真的哦。果然是错觉吧？太好了。所以我怀疑前面三个结界可能被人动过手脚，然后大海猿修过之后影响到他的身体状况，但是这是我纯粹的猜测啦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哦，说不定是别的原因。好啦，我们回去找他们吧。大家，我妈大 C， 辛苦了，第四处搞定。
对了对了，这次用魔法没有觉得不对劲。哦，是吗？果然是错觉，好吧。我还以为美貌卡会说，哦，因为你已经熟练了，你已经连续用这个魔法第四次了，你已经开始熟练了。有嘎达。嗯，还以为自己的手法生疏了呢。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单纯，也有可能啦。好啦，去下一个地方吧。是啊，还剩两处。OK， 水族馆。我突然想到海底生物哦，不然它是海鸥。然后海底生物怎么会讲水族馆呢？水族馆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那种被囚禁起来的，像监狱一样的地方。了解。好啦，接下来要去哪里呢？哦，这边是那几个哦，他们是去探险的。他们怎么跑去星之海了？怎么了？跟着 Minero 的直觉总是没好事啊！这边的音乐超诡异的。嗯，你又在睡？什么？才不是呢，没有那回事。而且刚才大家不是都说在这边吗？米内勒说在这边，就突然感觉不安，不要什么都推给他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子不行。什么嘛，看着吧，这边绝对有宝物的啊！是是，谁知道呢？我说你为什么边哎边睡边走啊？梦游？他、啊、为什么就直接带到那里啊？所以他们是怎样？好啦，我们先回去吗？原路走回去。原路走回去哦，我也有点忘记原路是哪里了。原路是一个圆圆的度吗？啊、哦，好，不好笑。你们就知道为什么、都没什么看官会看 RPG 的实况了。这个实况组他除了玩这种要走漫漫长路的游戏之外，就只会讲屁话而已。哎、欸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的短、欸。它就是路复杂了一点，但整个路线没有很长的样子。然后再走这个，应该就回去了吧？是吗？哎、欸，波罗摩，怎么了？哦，他们是你的同类是不是？啊，大海猿，怎么样？哦，我绝对不会说我刚刚偷打了你一个同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波罗摩，没问题的，已经修复好了。太好了，用魔法时还有觉得不对劲吗？这次什么也没有感觉到，那太好了。啊，对了对了，你有看到总在珊瑚海转悠的四人组吗？哦，他还浮现了这四个人。哦，是指米内罗他们吗？对对，平时总在那里的，刚刚没有看到啊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我也觉得他们四个感觉就要出什么事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会被我一语成谶吗？确实，不过应该去散步了吧？散步？哎、欸，对他们真的超刚好的。我们刚刚大海猿突然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们去珊瑚海吧。”他们就咻的就不见了，就跑到星之海去了，真的非常的刚好。散步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继续显示啊？这个思考泡泡这边没看到。这样啊，虽然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啦。那我要去巡视了，拜拜，白咪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急着关影片，我们这集还没有结束，好不好？不要听到白咪就以为这集结束了。他到底来干嘛的？继续存档吗？对你可能也不知道他到底来干嘛的哦。但是我觉得这边就是在预告，那四个人会出事哦。我们要先过去星之海吗？啊，你也没有自动跳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。你就直接把我们送回来，让我们自己走，感觉就是要我们去星之海，是吗？哦，有啦，有跳回来啦。哦呀，下次就是最后一个了。不是啊，不是说两处吗？哦，可能啦，但你们先下一个嘛，先修下一个再说啊。嗯，大家还差一点了，干巴的呢。嗯。是啊，那接下来要去哪里？这个嘛，下一个达雷嘎。哎、欸，啊，哦，
干嘛冲那么快啊？吓到我！所以果然出事了吗？咦，很痛啊！章鱼，你干什么啊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米奈洛，怎么了？大家被奇怪的家伙，被奇怪的家伙，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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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咪咪咪，什么啊？冷静一下，大家怎么了？总之大事不好了，这边过来这边，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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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要学那个歌。好啦，你为什么要一直咪啊？哦，受不了哎！等等，什么嘛？那家伙发生什么事了？而且你也没有跟大海猿说，我们在星之海。虽然我知道啦，我知道，但大海猿可能不知道啊，好不好？总之去看看吧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了吧。好的，要改。话说，我们还真的是乌鸦嘴。我们说米奈罗他们会出事，他们就真的出事了。虽然刚刚前面那一段感觉就是在立 flag 啦。好了，他们往右走，这下大海猿知道是在星之海了吧？为什么感觉星之海特别容易出事啊？好啦，在哪里呢？不会要我们走到底吧？系统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们知道让大海猿自己用走的走过这漫漫长路是件很干的事情吗？是真的在最底哦，还是之前有一个好像没必要来这边，是那条路，找不到啊，在哪里呢？是在那边吗？是往右吗？上次走这边不给走嘛，那应该就是这里了。继 续往右吗？是吗？是这里吗？怎么感觉好像迷路了？这边这个是什么？墨西哥玉米片，taco。为什么会在那边放 taco？墨西哥玉米片好吃，好简洁扼要。我也觉得 taco 很好吃。好，继续。我们明明是在救人的路上，我们却在路上遇到了 taco，我也是觉得很莫名其妙。哦，对，然后这个游戏还不能跑步啊，所以走的路越长，我就越烦。就觉得越麻烦。那为什么那边还有一个圣诞树？他说你到底在哪里啦？他们到底在哪里啦？救命啊！等啊！达雷卡达斯给的，刚才是米内罗的声音。哦，我要再绕其他路啊，在那边。走吧。好紧张。我们就直接走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想拖泥带水了。而且那个其他路应该之后也可以走。回复屋哦，BOSS 呀，我是回复屋哦。好，我下面那个宝箱都看到了，就捡一下吧。虽然救人真的是非常的要紧哦，但我还是觉得是不是这边？哦，我想要拿宝箱啊，哦！好啦，对啊，救人要紧啊。这个我想也是啊，救人最要紧，好不好？赶快前进！哦，是屠杀帝国，原来是你们啊！哇，超多诶，包围诶，所以米奈有跑出来之后又跑回去，然后自动又跳进去那个包围的那一圈里面吗？太好笑了吧！兔兔啊，别过来啊，混蛋！干嘛？按照米奈罗说的做，果然没有好事。哎呦，他找到宝了，他挖到宝了，他抓到一大堆的兔子啊，这岂不是捡到宝吗？好啦，我们赶快把它打飞哦，他们比 Mogecko 还要脆哦。你看，有人被包围了还能睡啊？是，就是那样，就是那样，是的啦，我就烂，讨厌啊，达雷嘎达斯给得，大家没事吧？我还是叫一声，那兔兔全部转头，哎，太灵敏了吧！果然是兔子很长的生物哦，听得一清二楚。兔兔，
大海员，你来啦！大斯克德，这些奇怪的肚子想抓我们。肚子是海底的。哇哦，他已经解答了我，不是他说出了我长年以来的疑问：兔子是海里的生物吗？对，为什么他们会在海里啊？Why？海底求人？Why？好，我继续。兔兔，咦，亚达。有这群家伙，真是的，给我差不多一点呐、啊！好多可怕的兔子。对，他们其实蛮可怕的。我这样讲，会不会被那种喜欢兔子的人骂爆？那个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？我觉得他们是听不进去的，因为他们听不懂中文。别再这样啊，这样谁都不会高兴啊。兔兔，我就知道他们听不懂中文啊。兔兔兔，小矮他们怎么可能听我们说话？他们都听不懂中文。Demo，是啊，只能诉诸武力。兔兔，他讲兔兔，他们会不会听得懂？兔兔兔兔，来了，全部打爆啊！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几个？10个吗？应该是10个哦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啊，直接那个、哦、大招放一放哈、哦，毕竟10只嘛，我们就当然是全体攻击，好不好？应该是那个 Mega 会先哦，顺序来说的话，应该是直接收掉，一招 Mega 就收掉了。10连击，哎、欸，四杀不是叫 Penta Kill 吗？那十连杀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不过我们真的是10连杀、哦，嘣，全杀光，一个 mega 全杀光，得救了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还好，哎，没事了，没事，太好了，那些家伙是怎么进来的啊？对吧、啊？结界又出了什么问题了吗？我们才刚修好一个结界，好可怕。总之，大家先回去吧，真是不得了。先回去吧。大海员，谢谢你，多亏你们，我们得救了。没什么，大家没事就好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附近就有结界石。啊，是吗？这么说，他们是在找那个喽？也许吧。哎，那不就要赶快看一下那边的结界石有没有坏掉？好了，我们先在那边存档哦。接下来我们可能只要走出去，他们就会跟我们说接下来要干嘛，好不好？所以这边就是这里，我们这集先做个结束，下一集我们就直接继续我们的进度。理论上来说，应该会叫我们要修好这边的结界石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一集先做到这边啦。那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故事会怎么发展，然后那个之前的疑问貌似没有解答，然后兔兔就杀进来了，所以我们就只能之后再继续玩，好不好？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大海员，大海员，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先做到这边喽。Let's go next episode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想继续看下去的话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个订阅。从现在开始成为看挖比，然后点击麦下的铃铛。对我们平常什么意见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评论区留言。你的意见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要不要尊重 FB 还有 IG？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啊，拜咪。你叫寻捕猎，还有你的座右铭是：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有3个，青金石、青金石跟青金石。我都知道，不仅名字古怪，连座右铭都很清奇。哎，风之谷好像是没有青金石的吼。